九九流浪的河沟，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珍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慈灯缅甸弘法行。朗朗清空，悠悠浮云，季节来去，无损于缅甸仰光的佛塔金光熠熠闪耀。位于仰光的妙明寺，犹如佛子在缅甸的家，总有实录殷殷相待。而这回在海涛法师所发起的免费供斋音乐下，妙明寺的禅院素斋也成为吃素戒杀慈悲行动在缅甸广传的妙法宝物。在缅甸有全世界最多的出家人，哎，等一下，60万出家人啊！所以各位这几天边参观，就可以看到很多出家人，特别是这边的女众啊，庄严，穿着粉红色的很整齐。然后我们也会去孤儿院、寺庙等等很多地方。然后今天在机场跟妙慈法师做了一个建议，因为我们最近到处在推广素食，在缅甸有中国人、华人在缅甸多少年下来400万人，在缅甸也有很多华人的寺庙。那但是现在在缅甸想办法要推广素食，供养出家人到处接善缘，所以现在各位，我们要发起每个月初一十五在妙音寺供斋，好不好？然后呢，刚刚妙慈法师说，随喜就好了，大家可以做功德主，然后呢，每个月就这样，也让南传的缅甸的出家人来汉传的寺庙吃吃素食，跟我们吃的一样，慢慢他们就觉得吃素好吃。慢慢的来培养，所以我们感谢妙慈法师慈悲，这边护法居士慈悲。好，阿弥陀佛。获得一切乐，回向鬼神。大智度论释出品中云：菩萨施者之不施不生不灭无漏无为，如涅槃相，为一切众生布施。是名檀波罗蜜。来到乔达基卧佛寺，以涅槃变相表法的卧佛像，慈容如入禅定，佛子们右行绕佛，潜心感念佛恩法教的慈悲。卧佛足底的千佛轮像，如般若妙法示现，据《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分现相品中的记载，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通达法性，实无苦行，为福外道，故示现之。又云：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示现，行之菩提座，时于双足下千佛轮像，各放无量微妙光明，普照地狱傍身鬼界。其中有情欲思光者，即皆离苦身心安乐。仰光千人佛学院前，锣声鼓乐震天价响，昭示着共僧的慈悲法训，人们闻声前来随喜，
纷纷端上各式香花，保护供养。吉祥彩象与祈福行舞，含融古今的文化洗礼，绚丽而神秘地展现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特色。而行脚托钵则是另一种不退流行的传承，当地出家人因此多了些荤素不能忌的符合，为了能带动南传佛教国家改荤如素，在海涛法师的慈悲带领下，生命电视台及台湾燃灯功德会的功德主们与众善大德，以素斋功德经供养院内千僧，广植无上福田。如果你要布施的，特别是他们比较需要的，就是米呀、一包3万块，你要布施多少都可以。然后再来就袈裟，因为他们这边出了家不能去学校上课，一定要寺庙自己请老师教，所以他们有教育费用。然后生病了之后，医疗费用，所以总共1000多个出家人。大家可以随缘布施。那我们代表燃灯功德会有很多施主布施，先布施1个月的米150包，总共3500块美金。三宝加持，我为现世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堕胎胎儿、家中父母、六亲眷属、一切病苦者，以及造成病苦业障之冤亲债主、金钱债主、感情债主、肉体债主，做大布施，以此功德回向六道有情，同享功德。除了以台湾燃灯功德会的名义供上1个月的素斋之外，海涛法师更劝进众人供养米粮及袈裟，培福造善，力求圆满。仰光千人佛学院高龄80多岁的卡列瓦院长，则领众赞颂经咒，祝祷行善众等捐滴如海，妙语功德，福慧无量。在众人的随喜护持之下，很快地成就了当天在仰光千人佛学院共僧助学的慈悲善业，也在大和尚的带领下，将功德普作回向，饶益有情，天人六道同享安乐。佛牙舍利塔，心经云：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又云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而这象征无上正等正觉的般若波罗蜜多真如实相，又成为许多修行者精进的目标。大智度论云：身心精进不懈喜，故应具足毗梨耶波罗蜜。又云：菩萨有3种思维，若我不作不得果报，若我不自作不从他来，若我作者终不失。如是思维当必精进，为佛道故勤修专精而不放逸。佛牙舍利塔外围有诸尊金身佛像环护，佛像金光四溢，仿佛提点佛子常照初心，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诸佛为度五浊恶世众生缓入娑婆，以慈悲和智慧的方法利益众生，犹如皆是本来无一物的圆觉佛性。乌巴窟尊者吉祥放生池，
午后，来到乌巴窟尊者吉祥放生池，慈悲的海涛法师为所救物命皈依三宝，放生仪轨中，水族物命返回湖池水乡，悠游心畅。来到乌巴窟尊者圣像前上供香灯，礼佛祝祷。海涛大和尚并为众人宣说尊者与佛教的传奇故事。缅甸佛教最大的特色就是这尊佛，所以叫水中佛。那事实上，他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的第四个祖师。佛陀涅槃以后，交给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交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传给桑那和修尊者，桑那和修尊者就传给这位优婆居多，也叫乌巴库尊者。然后呢，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祖，那达摩祖师就来到中国，弘扬所谓佛陀的根本佛教，叫禅宗，也叫原始佛教。那这一尊乌巴库尊者，他有大神通，所以也叫神通第一乌巴库。那为什么叫水中佛？因为他当初他都在水里面修行，就像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大师有一位月光童子，也是在水中修行。那么在他的时代，那时候是阿育王的时代，所以阿育王过去杀了很多人，然后至少杀了84000个人，所以而且呢盖了一个杀人监狱，只要关进去的一定要杀掉，用各种方法。所以后来乌巴库尊者看因缘成熟了，应该度度这一位国王，所以就显现神通进入那个杀人监狱。结果里面的监狱主用什么方法砍他杀他，用留住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这位监狱主啊，就点一掌就把国王阿育王找过来，他说你交给我任务，凡是进到监狱一定要杀掉，那这个人我杀不掉怎么办，请你来看看。结果阿育国王亲自来到监狱以后，那乌巴库尊者更显现不可思议神通，阿育王服了，哪有这种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吗？那乌巴库说，我只是一个水中修行者。他说，国王啊，你忘记了在佛陀的时代，你曾经布施沙，给佛陀把沙当作米，然后佛陀很慈悲接受你的沙，一半来铺土地，一半来铺他的房间受记，你将来在佛陀涅槃以后成为转轮圣王。结果你就这样忘记了，虽然你有福报，那佛陀受记给你，结果你现在在杀人，错了。结果阿育国王听到乌巴库尊者讲到他的神通啊，起的惭愧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一个仁慈绝对不杀生的人啊。但是阿育王曾经杀了84000人，他就问这位乌巴库尊者，那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那么乌巴库尊者说，你开始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最大的功德就是造佛塔，所以缅甸是佛塔最多的啊。所以他告诉阿育王，如果你能够造一个佛塔，就可以消除一个杀人的恶业，你如果杀了84000人，你就造84000个佛塔。所以阿育王透过乌巴库尊者的加持，而且呢降服了很多魔障。那阿育王除了造佛塔，他做了第五次佛经的结集，那个时候魔王要出来障碍，也是乌巴库尊者展现大神通啊，把魔王降服了。所以乌巴库尊者也叫无相佛。他为什么叫无相佛？因为他的相并没有佛陀这样相好庄严，但是他也是一尊佛，而且他收了弟子将近有2000位，都证的阿罗汉。然后他头为什么朝看着太阳啊？那缅甸有一个说法，因为各位就像早上看那些小沙弥，他们早上就要出去托钵，然后呢要赶着中午回来之前才能够用斋。但是很多小沙弥他回到寺庙了，结果超过12点了，没得吃了。那乌巴库尊者知道这些小沙弥没办法，他头就看着太阳微笑，结果太阳就跑回去啊，11点的时候让这些小沙弥可以吃饭。所以
那有五八个尊者的地方一定有水，然后呢，就像缅甸人把五八个尊者当作观音菩萨，哪里淹大水啊，或是求什么，特别是七月十五供佛斋僧，啊，他们都会拿个椰子，上面时时供养来求父母长寿，往生父母得到超度。所以，然后那个钵，现在缅甸人、泰国人只要要发财了，就会供养五八个尊者，旁边摆个水。那五八个除了可以希望大家有福报发财以外，它可以降服磨难，所以如果你有很大很大的障碍，就要点灯。五八库说点灯供五八库，然后呢就把你的魔障消除掉啊，用水供养五八库尊者，可以求发财顺利。还有一个咒语，那往生咒怎么样的长，所以来大家跟我念，一心供养五八库尊者，水中发财佛，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佛，供养五八库尊者，当愿众生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得到财富，普度众生。佛法的熏陶中，随行佛子慈悲满意，如实的修持与布施中，统证无量菩提。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族群，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即积极的协助清寒学生、弃养学童、中辍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济贫发放、急难救助、老弱病苦、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以圆满老安少怀，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累积福慧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新逢地藏王菩萨圣诞，念释迦牟尼佛，持斋处在八千劫。生命电视新店大明讲堂举办八关斋戒十供养祭佛前大供，恭请湛乐法师主法。日期9月19号星期二上午9点，下午1点半恭诵地藏经祭护生，地点新店大明讲堂，地址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4巷28号3楼。上午8点至9点于松山新店线捷运7张站1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晚上7点于树林菩提讲堂恭诵阿弥陀经，点万灯供万水，点200盏龙柱灯祭护生，备专车前往，请于新店大明讲堂现场登记。联络电话02-2917-8855 02-2917-8855。念顶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农历初一，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就易备。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恭送普门品，十供养，
顶万灯供问水、佛前大供、暨护身法会，恭请湛乐法师主法。日期9月20号星期三上午9点，地点树林菩提讲堂，地址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上午8点至9点，于捷运板南线亚东捷运站2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晚上7点半，于新庄菩提书坊恭送药师经暨甘露施食。联络电话02-2688-5088，02-2688-5088。会飞的客人。吴阳明是一位心怀慈悲的人，他非常喜欢小鸟，每当他看到受伤的鸟类，总是会发悲悯之心的来帮助他们。小心点儿，可别让它跑了。它可真漂亮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小郑、小敏，你们在干什么啊？哦，是吴叔啊，我们刚抓到了一只小鸟，你看它可真漂亮啊。这只鸟一直在我们社区飞来飞去，我早就注意它了，今天好不容易才将它给抓到了。吴叔，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这种鸟我也没见过。小郑、小敏，你们能把它给我吗？送给你，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抓到它的，我还想自己养着呢。这种野生的鸟类是很难养活的，它被关起来后通常会绝食而亡。难道你能养活它？吴叔他最喜欢小鸟了，我相信吴叔应该能养活的，是吧吴叔？不，我也没办法养活的，他们为了自由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也没办法将它养活？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把它送给你呀？我想将它放生，它只有在大自然中自由地飞翔才能够活下去。我早就听说吴叔你心肠好，看来大家说的一点都不错，我看我们还是放了这只小鸟吧。就这样将它放掉？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抓到的呢。这样吧，那我花钱将它买下来，算是给你补偿，怎么样啊？你是说你自己花钱买下它来，然后再将它放掉？是的。这样做值得吗？当然值得，我买下来的并不只是一只鸟，而是一只小生命，你说值不值得呢？嗯，算了，我就把它送给你好了。吴叔，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花你的钱我也不会心安的。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咦，这是什么？怎么会有小草呢？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老公，这几天我就发现我们家地板上无缘无故地出现一些小草，清理后又会出现。是啊，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因为没有关好窗户而被风吹进来的吧？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家可是在6楼啊，小草怎么可能被吹进来啊？嗯，你说的有道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秘密终于在2天后揭晓了。啊，这不是我那天放生的不知名小鸟吗？它怎么跑到我家里筑巢了？老公，你在做什么？老婆，你看那里，有2只小鸟在我们家筑巢呢。天啊，鸟儿竟然跑到我们家里来筑巢，这下要怎么办啊？没关系的，鸟儿选择在我们家筑巢可是件喜事，我们尽量不去打扰它们好了，就当它们是我们家的客人吧。嗯，好的。从那以后，吴先生总会在客厅窗户处
为这对鸟夫妇留一道出口，让他们进出。老公，你看这只雌鸟，每天这个时候都会飞回来，它这是在做什么啊？我想它应该在孵蛋吧。孵蛋？这么说它要当妈妈了？是啊，我们还是别打扰它好了，以后我们就别开客厅的大灯了，开小灯就好，免得影响到它。嗯，好的，老公，你在这里看着，我去煮饭。算了，我们还是不要在家里煮饭了，抽油烟机的声响会吓到它的。哦，那我们晚上吃什么？走，我们出去吃好料的啦。好主意哦，我们走。为了不打扰到这只孵蛋的鸟妈妈，吴先生夫妻每天直接在外面吃完饭后再回家，客厅的大灯也不开了，若是要在客厅找东西，都只开小灯而已。杨明哥，今天晚上是世界杯决赛，我们买一些饮料和零食，去你家看球怎么样啊？是啊，杨明哥，你是我们这帮朋友中最懂球赛规矩的球迷，一边看球一边听你讲解，可是一大乐事啊。是啊，真是好主意的。好啊，没问题的，正好今晚的球队是我最喜欢的。哎呀，我差点忘了，我家里有客人呢，不能邀请你们来我家看球了，真对不起。你家有客人了？是啊，他们已经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了，真不好意思，我怕会吵到他们的。看来你家的客人不喜欢看球哦。是啊，他们喜欢安静，而且他们很特别，是会飞的客人。会飞的客人？是的，是会飞的客人。耶，赢了，太棒了。小鸟，你也要加油啊，过不了多久家里可就会迎来新成员了。老婆，你来听听，客厅里有小鸟的叫声。是吗？我听听一下。真的有小鸟叫声哦，该不会是小鸟已经孵出来了吧？嗯，有可能的。哎，养育孩子真是非常辛苦啊。是啊，这段时间可真够他们忙的。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些小鸟已经会飞了。是啊，不过小鸟长大的时候也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什么？你的意思是他们要离开我们家了？是的，按照他们的习性，小鸟能够独自飞翔了，他们就会离开巢穴的。哎呀，他们真的飞走了。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如今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朋友，一路好走。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过得好不好，我真有些想他们呢。是啊，相处了几个月，我早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虽然很舍不得，但大自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希望明年他们还会来我们家做客的。
请录。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喜喇嘛的新传弟子，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且一直为着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1984年耶喜喇嘛圆寂了，梭巴仁波切一肩独挑起领导护莲会的重任，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使至圆满上师耶喜喇嘛的遗愿，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弥勒大佛，促使大乘教法常住于世。仁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终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推动种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仁波切常说，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我有必要戒烟，但是如何才能够找到力量呢？我试过很多次，也已经少抽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戒烟很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伴侣也抽烟，有时候我们一起到外面抽烟，我知道抽烟有害身心。抽烟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老习惯，我的生命有很多时光都随着抽烟的片段而消磨掉了。您可以指示我如何一劳永逸地彻底戒烟吗？我很高兴你已经减少抽烟了，因为那对你的身体和生命都非常有害，会缩短你的寿命，也会造成癌症。佛教的教法和世俗的生活中都谈到抽烟有害，而且非常可厌。教法中谈到香烟所使用的材料是不清净的，邪恶的众生造成那些物质生长，妨碍人们修善，令人心堕落，造下恶业，因而无法摆脱烦恼。有一次我看到因为抽烟而死于肺癌的女尸，她的肺是蓝黑色的。有一位来自达兰萨拉的藏医把他一颗肺拿给我看，如果你再不戒烟，就可能会有那样的下场。抽烟也会让不抽烟的人不得安乐，抽烟污染你的全身，令你的身体不清净，还会伤害你的细分身。抽烟会使你难以升起善念，而且很难摆脱贪欲。抽烟只会带来短暂的欢乐，如此而已。你死的时候并无法从抽烟带走丝毫利益，抽烟无法让你幸免于苦，也无法帮助你下辈子转身善去。思维，我正在设法战胜烦恼，尤其是贪欲，我要成为赢家，为此我必须更坚强。有些人穷其一生都为了参加奥运而受训，由于他们怀着非常强烈的执着，万一不成功，他们所受的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正在设法战胜烦恼，尤其是战胜你的贪欲，成为赢家。如果你能够戒烟，
战胜烦恼这个敌人，那就太了不起了。不随顺烦恼，还能够让你获得解脱，帮助你成就佛果。每次戒烟，就是照下证悟菩提道的正因。即溃烦恼，尤其是贪欲，将使你得以令无数有情解脱长劫轮回之苦，带领他们达到圆满正觉的佛果。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奥运？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赢家？这样一来，你将成为一切有情之中最有名的人，不仅是闻名于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而是成佛，闻名于一切有情。每天你都要有勇气，要勇敢。还有，你不必事事都随顺你的男朋友，你的心并不是他的，你必须为自己的安乐负责。抽烟使我难以升起善念，每次戒烟就是照下证悟菩提道的正因，我要为自己的安乐负责。我担心女儿的人生，因为她已经染上毒瘾，并且断断续续很多年了。一开始是在她父亲去世之后，我想她大概无法面对丧亲之痛。我现在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很想帮助她，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吸毒来说，我做过占卜的结果是，以下几件事对你的女儿很好。一，去尼泊尔科盘寺参加禅修课程。二，她应当关照自己的内在，以便了知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三，她应当远离和毒品有关联的人，不要喊他们为伍。四，她应当打从内心真正下定决心，挑战自己对吸毒之乐的贪执。她应当下定决心克服，就像要上战场，设法打败敌人。五，她最好能够和尼众在一起，否则女性的在家人也可以。六，她需要留在一个地方，在那里他长时间找不到毒品，这将是最上策。他必须一直留到他打从内心勇猛地下定决心舍弃毒品，对毒品感到彻底厌恶，并且想要帮助自己和其他人。七，或许最好告诉他，他的一生可以提供其他无数友情甚多的安乐。今生的安乐，来生的安乐，乃至成佛的至高安乐，他可以为其他友情，当然也是为自己，去做许多不可思议、善妙、美好的事情。然而，我们却彻底毁灭这个可能性。我们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完全无意义，只是随顺欲望和自我爱惜，只想到自己的安乐和享受，一味地贪执精神和感官的娱乐，遏制了我们发展心性。我们让自己无法了悟内心究竟的本质，佛的潜能或佛性，这使我们无法看到自己好的一面，妨碍了我们心性的发展，阻塞我们的修行成佛之道。因为我们往昔以来有太多的积习，所以这并非易事。总之，这个问题需要有两方面来解决。一，首先是必须学习佛法，
借由禅修并发展出离心来控制贪欲。这意味给予自己自由，远离敌人，贪欲的牢狱。这不仅可以免除他服毒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带来后世的安乐。二，其次是环境因素，他周遭的人素质如何，将关系重大。这极为重要，必须马上去做，因为死亡随时会来临。主要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所以我们必须承办永恒的安乐，彻底解脱轮回和一切苦。利他是成佛的基础。禅修的好处不仅是为了停止吸毒，吸毒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我们可能耽溺的习惯，譬如邪淫，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许多困境，而且障碍我们在修行之道上发展心性，不仅让我们一直制造麻烦，而且往往会令我们困在其中。就好比陷入流沙，一辈子都无法脱身，最后我们会死在流沙中，悲惨地结束生命，甚至无法为自己承办丝毫的满足、安乐或内心的安详。此外，如果我们无法在修行道上发展心性，就不可能利益其他友情。所谓修行道，是指以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发展心性。另外还有密续道，除了无法提供深刻的利益，甚至也没办法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运用身与意提供些微的利益，因为自我爱惜的想法阻止我们那么做，自我甚至不容许我们那么做，因为我们的心非常脆弱，虽然熟知禅修的技巧，也懂得教理，但并不表示马上可以学以致用，或者内心立刻会变得坚强，那需要时间，而且我们可能错失许多学以致用的机会。因此，受正当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和好的修行人在一起，人生就会受到他们的守护。之后，一旦我们的心稳定而坚强地彻底舍离这一切，就无所谓了。即使和吸毒的人住在一起，我们也丝毫不会感兴趣。我们将不再涉入那些事情。一旦我们具足稳固的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慧的正量，即使是混在人群之中，在某个机构工作、服务他人，我们的工作都不至于形成令自己和他人困惑的因。由于我们的服务和方向都非常明确，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会沾染贪嗔或自我。只要心是神圣的，做的就是神圣的工作、神圣的服务，对我们不会造成危险，对其他友情也不会造成威胁。许多人和人群在一起生活，为他人工作，所会经历到的困境，我们都完全免除了。如果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我提到的那种良友，坚强的修行者，持守戒律，守护业，下很多功夫修行，懂得佛法，过清净的生活，那么
我们也会变得像那些朋友一样，过比较好的生活。反之，如果结交恶友，我们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那是因为我们是凡夫，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又没有稳定的正量，所以会受到环境所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禅修菩提道次第，就会受制于环境、周遭的人等等。即使是独处，也会受自己的幻觉所主宰。当我们不禅修，无常的现象就会显得很常，而我们会信以为真。互相依存的东西显得各自独立，固有存在，我们也会信以为真。我们就是这样淹没在外在的人事物和自己的幻觉之中。因此，正当的环境对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一大保护。当我们不禅修时，无常的现象会显得很常，而且我们会信以为真。互相依存的东西显得各自独立，固有存在，我们也会信以为真。合宜的环境非常重要，随顺自我爱惜，令我们的生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和益友生活在一起，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过比较好的生活。我刚发现腿上有皮肤癌，现在正在接受医生治疗，希望不会扩散。同时，或许您可以建议我修一些法，好让我从自己这方面来做，并有助于疗愈。我已经念诵了许多药师佛和金刚萨埵的咒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特别的功课会有帮助。很遗憾听到你的病讯，相信那可能是恶业的化现，化解投生地狱多劫的恶业。你的恶业化现为皮肤癌，是一大成功和成就，因为你将不必经历恶趣诸多的苦，所以是一大成就。以下是我建议你修的法。一，依照历算的日子，在和龙有关的特定日子修龙烟供和龙石子，至少一个月，最好是做两个月。二，每天持诵黑文书咒一圈念足，然后在皮肤癌的患部上面吹气。三，修金刚瑜伽母时，观想自己是金刚瑜伽母，一面持咒，一面在皮肤癌患部上吹气，并思维皮肤癌乃至你的烦恼和恶业都被驱除净化了。四，还有要设法运用罹患皮肤癌的经验发展菩提心，代表一切有情而经历它，让他们获得你直至成佛的一切安乐。把皮肤癌布施给自我爱惜的思想，并修随喜。五，最好能够做四次千手观音净饮食斋。如果你不能够做礼拜也无妨，可以合掌观想自己在做礼拜，运用皮肤癌来利益一切友情，把这当成一种手段，以救度一切友情脱离轮回之苦的汪洋大海，带领他们成佛。这是你发展菩提心之道。修法和做其他功课时，我会惦记着你。我要设法运用得皮肤癌的经验发展菩提心，代表一切有情
而经历它，让他们获得我直至成佛的一切安乐。我的胸部有肿块已经一阵子了，最后终于去做检查，不幸地医生告诉我这的确是恶性肿瘤。我很害怕，不过自觉还足够坚强去面对自己，而且认真修行帮助自己痊愈。墨西哥这里有许多信心疗愈师，但我想遵照您的指示修行，请您给我一个法门，让我能够觉得自己在做积极的事，有助于恢复健康。非常谢谢你的慈海。根据我的占卜，你最好每天持五圈念珠的药师佛咒，这将净除恶业，帮助你永远不堕恶趣。药师佛说过，甚至是畜生听到药师佛的咒语，都将永不堕恶趣。如果不净除恶业，将会堕入恶趣、地狱、恶鬼或畜生，而且必须永无止境地一再受苦。所以你现在有必要净除恶业。如果连癌症都无法忍受，又怎么可能忍受恶趣的苦？在恶趣的众生必须受苦的时间之久，简直难以思量。药师佛咒让你免于经历这一切，这远比遍满广大虚空的黄金、钻石和如意宝更加珍贵。这些财富无法净除恶业，根本不算什么。相较之下，念一遍药师佛咒要可贵的多了，因为它在你的内心留下整个菩提道的习气，帮助你获得菩提道的正量，洗除所有粗分和细分的染垢，使你得以成就佛果。你可以凭借药师佛咒令无数的友情解脱。香港有一位弟子每天修药师法，他曾经动过脑部大手术，手术期间他实际见到药师佛，而他的康复可算是奇迹，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手术。他能够活过来，让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药师佛在照顾他。还有，台湾有一个人，并不是佛教徒，他完全无法动弹，也没有人帮他忙。当时他非常需要吃药，而他的药放在浴室里，在他身旁是一尊药师佛像。当他转过头来，看到药师佛像居然拖着他的药，让他能够吃到药。之后，他在往生时，双手当胸合掌，结礼拜印，表示他记得药师佛而平静地死去。我也会为你祈福。甚至是畜生道的众生，听到药师佛咒，就永远不会堕入恶趣。如果不净除恶业，将会堕入恶趣。所以现在我有必要净除恶业。凭借药师佛咒，我可以救拔有情离苦，并带领他们成就佛果。弘扬佛陀的大智慧，
发行护持各项器材，电视网络及卫星无远佛界不间断。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生命电视地球卫星弘法利生大道场。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所以透过卫星电视电脑各种的管道，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盖大殿，我们要摄影机很好的软体电脑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电脑配备卫星设备，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感恩各位的护持，各位要多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新逢地藏王菩萨诞辰纪念日，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礼拜地藏宝忏、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及甘露施食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9月19号星期二上午9点，地点台中五方讲堂，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联络电话04-2238-9987，04-2238-9987。法会备有寿桃、寿面、汤圆与众结缘。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小萌生施食法会，恭请暂时法师主法。日期9月2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地点三民中都地区联合里活动中心，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同盟三路442号，联络电话07-556-9911，07-556-9911。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谁为办事，四季交足中